嗨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做十个常用量词的小测验。常用量词，第一个，一什么猫？一只猫，一只猫。第二个，一什么人？一个人，一个人。第三个，一什么书？一本书，一本书。第四个，一什么纸？一张纸，一张纸。第五个，一什么画？一句话，一句话。第六个，一什么水？一杯水，一杯水。第七个，一什么衣服？一件衣服，一件衣服。第八个，一什么鞋？一双鞋，一双鞋。第九个，一什么路？一条路，一条路。第十个，一什么车？一辆车，一辆车。你说对了吗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